是你说差速器是450嘛？是，对，450应该其实等于2950嘛，2950，这边的工，哎是，这边的工资在哪里？后面参考。工资，西藏餐工资在哪里？这里还比较便宜一点。你说少50块、啊？超50块。等一下，右大灯不亮。精打细算大师。等一下，应该是用 B 套餐来算的，会比较便宜。对，哎。那、啊、怎么买越多越贵？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状况？好，我知道。好。我是因为这个原本就比较贵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这个有含水箱的。所以它、啊、这个是没有，但你把它砍掉，工资还是一样的。对，砍掉工资还是一样，但是这里是本来就不含水箱，所以就没有水箱的工资了。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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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是这样，所以那我们应该是用这个会比较便宜一点。在这个刚就知道这个魔法师、欸，哼，专业的。这个删掉，因为它在里面本来就这个删掉。